好，我哋讲翻起跑线大联盟啦，啱啱上个礼拜就讲大结局啦，无线新闻啊，好啊，系，嗯，得啦，好啦，打起跑线联盟，咁啊上个礼拜就咗大结局啦，咁啊细都估唔到，梗系有啦，我未睇晒，我未睇晒咩，仲未睇晒，算啦，冇得睇啦，冇所谓啦，屌，嗯。我觉得有少冇瘾嘅，其实你睇睇到临尾嗰几集，都系嘅，包括就系阿张建升嘅翻嚟啦，所谓出现啊，系无端端出现啦，翻嚟咁，well， 我又系唔，我又系觉得我唔明白呢个角色为嘅系啲乜嘢咯。啊，其实佢唔出现咧，都冇乜问题嘅。系啊，因为。最主要的就是他临尾他都是走的嘛。是啊，即是你说他浪子回头，那是另外一样东西啦。但又不是。当然了，如果你说我不是。他周嘉怡和潘灿良中间出现一些东西。他即但 但是明明周嘉怡对这条友是死了心的嘛。是啊。是即其实他是无碍他和潘灿良的继续的发展的嘛。但系佢就夹硬就喺嗰一集度就 stop 咗佢哋嘅发展咯。嗯，啊，因为嗱，譬如 Billy， 你之前你讲过，你觉得佢哋两个到最后会喺埋一齐啦。系，啊，我就觉得就点都唔会嘅，但我估唔到佢用呢一个方法去 stop 咯。夹硬你叫翻佢前夫翻嚟，吓，系，得正喺佢面前一样样，喂，咁其实潘灿良佢都得噶，佢嚟紧咁即系冇事啦。咁我继续噶咯，咁我继续沟佢噶咯。其实我觉得咧，有好多时咧，系咧特登想安插一个角色俾一个人做咁啊，系似冇错，我都觉得系特登加阿张建升落嚟。系啊，即系你要会无端端即系无端端你会见到阿瑶瑶同埋阿 Billy 去学唱歌。其实你唔需要话咩有契妈呢样佢嘅，佢系特登要俾唐伟琪出镜啊嘛。系，系咪唐伟琪揾咗？唔系唐伟琪，唔系魏以山嚟嘅，系咪？魏以山，魏以山，系啊，魏以山嚟嘅。啊，即系你特登要俾一个人出镜。唔系魏以山，咩啊？唔系唐伟琪啊？魏以山系以前讲新闻嗰个，张同何必曾相识嗰个啊？唔系唐伟琪啊！屌你，魏以山，魏以山，魏系魏以山，系魏以山，魏以山。跟住好似第一集咁，你特登要揾阿咩嗰个嗰两个记者出嚟同赵英春、梁咏琪，系啊，赵英春同埋阿边个黄大坤，大军啊，黄大军就唔系嘢，系你出咗嚟，跟住之后讲几句嘢，咁你如果你话哦咁啊，阿梁咏琪识唔到啫，咁我都仲觉得 OK 喎。嗯，哦，但系原来系升佢升梁咏琪，跟住令到佢要有一个挣扎，究竟系凑 B B 定系即系凑小朋友定系升升职？系，即系咁你做咩啫？一下就觉得黄大军个角色系多捻完嘅，咪咯，你就特登要揾啲人出嚟咯，佢。我估啊，呢个咧，呢个其实亦都系咧，我对于我咪有同你哋讲过，我唔系好中意呢个导演嘅。系啊，系啊。啊，因为其实喺好耐之前咧，系有好多嘅小道嘅消息系传过嚟我耳仔嘅，嗯，即系我初初做制作嗰阵时咧，你已经有听过对于呢个人嘅评价系非呢，这个导演啊，我想讲，嗯，嘅评价系好差嘅外间，因为其实嗰阵时佢已经开始写剧本，啊，咁诶嗰阵时我听过佢好佢。嗰、那个风评嗰个差就系咩咧？譬如我听翻嚟噶咋 ，OK？ 你对随便可以告鸠我嘅，点样啊？即系就话佢好捻中意，佢就好捻中意攀关系咯，系，嗯，啊，即系佢就系觉得识得人多系会有利佢嘅发展咯。咁即系嗱，我唔否定呢一个做法啊，我唔否定呢个做法，但系佢做唔到啊嘛，问题系，嗯。啊、所以变咗系啦，所以我觉得咧呢啲咩赵应春啊呢啲咧，嗯，你咁啱你碌到嗰张卡咯，你又梗系死人都叫佢嚟啦。我觉得系仲有之后陈万娜嗰啲咧，你都其实系啊，唔知做乜噶喎，嗰啲角色咧，吓、啊，
我覺得係咁樣。不過咧，呢、這個都係咁。你陳萬娜嗱，你陳萬娜嗰個角色咧，你同呢個古仔，你同呢套劇嘅主題係有關嘅。我覺得幾好嘅。有關，但其實就我覺得好睇嘅。我覺得呢有呢個角色係誇張，係係我點講咧？其實冇都得嘅。你製造一個反差啫，咁當然我呢個反差都太過誇張啦，你問我就係得啊，同埋咧，我覺得呢個係 Will 一貫電視劇嘅手法啦，嚇、啊，就係揾好多咧好知名嘅人客串下啲劇集一兩集啊，一兩個鏡頭啊，我覺得係佢哋嘅唔知幾時開始嘅手法嚟嘅，我覺得係。呢啲嘢係點講咧？人家有即係，我覺得最主要就係咁啱，你對方都想走啊嘛。唔係，其實對方都走咗，應該係話唔係想走啊。陳萬娜都冇再續約啦。譬如之前阿余子明都經已冇、啊，都係經已冇再續約啦。咁但係你余子明係一個重要嘅角色嚟噶嘛？係。咁陳萬娜，有時即係你唔係，我唔係講陳萬娜，即係佢咧每一集要揾一啲知名嘅人士去客串咧，特登安插一個角色俾佢咧，你會覺得係好似係 Will 嘅製作上面每一套，我唔知幾時開始啊，每一套都要總有一啲咁嘅人喺度。其實呢個咧，我覺得呢個情況咧，就唔係淨係喺 Will TV 嘅劇度出現嘅。其實喺好耐之前咧，電影都開始唔係，但係 Will TV 套套都有嘛。你聽我講先。咁 Will 都係近呢幾年嘅事啫，係咪？唔係我想你見到好密啦嘛，但係你呢一個做法其實係好噶嘛。但是如果你夾硬要安插一個角色，好似張建升咁樣落去就唔好啦。嗱，係啦，係啦，即係我就問題就係呢度，所以我唔係淨係講陳萬娜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我係話，其實我覺得陳萬娜呢個角色，我覺得都 OK。我嫌佢少添，得一集。嚇、啊！即係你好似之前咁樣我唔知邊啊，好似咩啱啱走啊，林榮圖啱啱走打天下，無端端有一個角色，俾佢喺咩馬來西亞嚟咁樣，無端走去影輯相咁樣，係影輯相覺得好奇怪，鬼嘢。咁你一集半集咁我 OK 啦，即係一集半集 OK。但如果你集集都係咁，你套套戲都係咁，我就覺得太多啦。因為呢個狀態其實喺好耐之前嘅電影已經開始有嘅，你會發覺咧。由嗰陣時開始，即係你譬如寒戰咁講啊，你連隔離一個軍裝，佢都要揾阿吳業坤嚟做嘅，即係佢哋都會係啦，佢唔會求其揾一個大家唔認識，既然我都係要揾，我不如我嘗試下揾一個大家都識嘅。嗰陣時咧，好耐之前啊，咁如果你咁講，好耐之前唔知係好似有一年嘅唔知咩賀歲片啊。咁上下啦，周潤發就去成龍到客串幾個鏡頭，成龍又去翻周潤發客串幾個鏡頭。周星馳，喜劇之王啊嘛，係啊，咁你總之你就揾啲玻璃樽咁好，咁好耐之前都已經有呢啲，但係我覺得電視劇如果你夾硬要安插一個角色落去，即係你話你企喺度做軍裝嘅，咁我覺得冇問題。係，但係你夾硬要有一個。系啊，安插一个角色带有戏喎，仲要系咁就系一个问题啦嘛。系啊，即系咁，我就觉得如果喺以反起跑线联盟呢件事嚟讲，我系觉得系导演低手嘅。系，你睇到佢嘅故事，其实都系啊个表达都几老土啊，都只系唔系。我觉得个古仔已经系好有问题，即系譬如当你用拍摄手法咁样，你如果你系个剧本系够强嘅话咧，其实你好多时你唔需要一个新角色去交代嘅嘛。系啊，佢就系个剧本唔够，即系可能唔够完善啦，先至系要利用多一个新嘅角色出嚟去交代佢想要表达嘅嘢啊嘛。嗯。同埋佢嗰個，因為Sama 講咗啦，即係個劇本好弱啦。個劇本弱有咩辦法？就是、用共鳴咯。所以你淨係會睇到一紮共鳴嘅情節，係而唔係一個完整嘅劇本。係，同埋係，我覺得睇呢套嘢咧，其實大家即係單純啲，淨係睇小朋友算啦。
哎，系啊，我都系嘅啫，我都系。讲紧个小朋友又真系几好睇嘅，好可爱嘅小朋友，系。吓，同埋另外我最失望嘅嗰样嘢，到最后竟然系去翻地产霸权咯，那个问题系啊。哇，我真系觉得呢、這个，我真系觉得真系好捻无谓。我真系觉得呢个好捻无谓。咁你话呢个地产霸权嘅呢个问题系咪当系咪临尾？临尾写嘢写到冇嘢好写咧，我相信呢条桥咧，应该系佢一开始已经定咗落嚟噶啦。嗯，因为我唔知啦，你对于小朋友教育，即系你譬如你一开始，嗯、譬如你提出咗头嗰几集，你提出咗好多小朋友教育嘅问题，你提出咗有啲嘅质疑，应该要点啊？啊，究竟喺呢个问题度，家长可以点样面对？你揾咗好多个家长嚟去示范咗俾我哋睇，吓、啊、就做到咗头先 Billy 讲嗰样嘢共鸣咯，系嘛？你每个有小朋友嘅家长，你都一定遇过噶啦呢啲问题，系咪？嗯，开头我都好地地啦，咁后屘变咗，咦？突然间多咗啲你唔令人好尴尬嘅感情线啦。嗯、我是觉得是潘灿良做得好的就跟周嘉怡。不是啊，我真的觉得挺尴尬的。强尼和梁咏琪那一段的这两公婆真的令人看得很尴尬啊，我想说。不是梁咏琪真的很尴尬。梁咏琪。是啊，梁咏琪和梁咏琪即是这套戏有即是很坏参半啊，但是大家的共同的但有一个共同的嘅观感都系梁咏琪，咪就系梁咏琪咯。系啊，系啊，啊，都几冇创意，即系都冇几冇新意，都几捻闷啊。其实，即系你睇到几集，你就开始觉得，因为旁边俾佢好睇嘅角色就太多啦。唔系你连周嘉怡我都唔想睇，你连 Shelly 陈都好睇，即系同 Locka 都好睇噶，佢哋两个系。其实我又真系好自然嘅。即系我见到咧，即系最后尾嗰幕啦，咁即系一齐去啊，影完相一齐行啊，咁你见到 Locka 好自然咁就搭住阿 Shelly 个膊头，但系你又会见到强尼同埋阿梁咏琪好似朋友咁样嘅，系啊，好疏离啊嗰个感觉，系啊，呢啲 Locka 爽死咧。洛加几时都爽死噶啦，佢又太屌。其实你就算好似佢哋喺度瞓紧觉咧，啊，即系我相信呢一幕啊，应该系佢哋两个表现得最亲密嘅一幕嚟噶啦。我觉得咧，好似梁咏琪嗰种睡姿咧，好鬼做作噶，唔会有人中意咁瞓觉嘅，大佬。系一只手一定避噶。系啊。你瞓到半夜一定会醒咯，因为你呢啲系好做作嘅瞓觉嘅做戏嘅，系，唉，啊，临尾同埋临尾，梁咏琪临尾唔好要求太多，咁系，即系我觉得梁咏琪同郑伊健咧都系一个异数嚟，梁咏琪做咗咁多年戏都系咁，郑伊健唱咗咁多年歌都系咁，唔系啊，郑伊健做咗咁多年戏都系咁噶。你唔好睇小佢，佢唔系净系唱歌咁，佢做戏都系咁啊，系啊，都系佢做咗年戏都系咁，系啊，冇谂变过咁样，系啊，到最后亦都系我觉得屌，喂，你其实你都玩到咁咯，你隔鸠眼俾个大团圆结局我啊，其实我觉得佢唔俾个大团圆结局你，就系因为佢想要最嬲尾唱歌个幕，就系想佢哋喊啊嘛，冇错，同埋你喊。我冇啊，我都冇，我冇啊，太我都冇，太长啦，我因为我已经洞悉咗佢嘅动机嘛，因为屌你阿妈，你想揾扎细路嚟折鸠我眼女咁低手，但有好多人唔系咁谂啊嘛，系嘛，我仲好记得当年我睇忘不了啊，一去到保良局门口。个僆仔一拧住嚟，大辉哥哥，你可唔可以叫？你可唔可以收留我？唔好带我入去啊！你啲眼泪就自然飙出嚟啦。系。喂，屌你阿妈！你仲使咩啊？你仲使搵个僆仔喺度喊苦喊不，喺度唱晒歌咁样依依不舍嚟折鸠我咩？唔使噶。
唔系咁当然，我当然我呢套电视剧我都觉得嗰个位咧系恰到好处，但系你明唔明？你知鸠我眼泪嘅，你到临尾你唔捻使咁捻样完捻咗佢噶嘛？嗯，即系你净系话俾我听 ，the show must go on 咁就完捻咗啦。嗯，其实边捞下都唔紧要嘅，都系嘅，等于大家开开心心。嗱，你喺小学大家咪翻埋一齐，你玩我咩？你个魔幻，你个魔幻位，你结果你都要俾个魔幻位我噶。最唔系最惨就系咧，本身佢就系令你希望有共鸣，但系到最屘就俾个魔幻嘅结局你。你应该如果有共鸣，你七个小朋友都去咗七间唔同嘅学校，系有啲就好谷，跟住去到大个有啲自杀，跟住之后有啲就有啲俾差佬拉，有啲俾差佬拉系啦，有啲要反叛离家出走。系啦，你出咗变坏吓，系啦，阿卢苏女咪变坏咪啱咯，系啦，误入歧途，阻路泥妹，唔系咯，喂，咁咪啱咯，唔系你如果你系开头你系入你做咩 send 啊？$10啊，我拿$10，你乡下地方系咁样。即系你如果你开头系有共鸣嘅，咁你最嬲尾但系你又哇，即系好大只喎。哇哇哇！食咗佢啦，好新啊！跟住，但你去到最嬲尾，你又唔系俾一个有共鸣嘅结局我哋，咁我又觉得，啊、即系嘥咗你之前做嘅嘢咯。系啊，系啦、啊，你咪不如冇嘅，我又觉得你咪轻轻松松咁完咗套剧，佢咪算咯。嗯，唔系，但系佢最嬲尾唔轻松啊嘛。咁少少少催泪啫，冇咩嘅，由佢啦。反正你都冇喊。咁啊系，系我哋太挑剔啫。系咯，系我太，同埋我对呢个导演有偏见嘅。有第二集啊，可能有第二季或者有电影版啊。有第二季咪好似头先 Billy 讲啲情节咯。哦，上嗰次又学坏啊，佢又跳楼又自杀啦咁样。黑暴啊！系唉，去示威啊！嗰啲咁样搞事啊，一个做官啊，咁样啊，